你二。蛋也收了哈，咱们筷子给它插起来，放给这盘子里边自然冷却之后呢，
等会儿就切凉碟子。锅中羊杂的水开以后呢，咱们给上面的浮沫给它全部打掉，一定要弄干干净净的汤。别的哈什么都不需要放，放点大葱都管了。再找个盖子给它盖上以后呢，小火焖烧一个半小时。在这个时候，咱们把刚才的羊油洗干净以后，加点大葱呢，放在锅中给它熬出来羊油。到底是小山羊，你看这羊油多香哦！羊油熬好以后呢，咱们给它呲搁这辣椒面子上面，这样这个辣椒羊油就熬好了。这个喝羊汤的时候，如果说吃辣的，滴这个上面特别香。咱们来弄点这个烤全羊的烧烤料子哈，这里面是油炸花生米，倒在给这蒜牛里面，再倒点这个腰果啊，这腰果也很香。用这个蒜锤子给全部捣碎，捣成那种细沫子，再给它全部挖在盘中，加入适量的细的辣椒面哈，一定要先用细的辣椒面，再来一把炒熟的孜然粒，还有炒熟的芝麻两把，放点食用盐，再来点味精，最后搁点白糖，用这个勺子给它拌匀了。这个烧烤料子你蘸烤全羊绝对非常好吃又香，就是煮熟的羊肉蘸着吃也特别香。这羊已经烤一个多小时了，把它给刷点水，要不然烤得太干就不好吃了。这羊杂锅呢咱们也炖熟了，筷子给它全部给挑出来，你看看这大羊头多香，哇哇，吐熟吐熟，你看看这羊肚子啊，硬煮出来羊肚子，烧羊杂还是炒辣椒都绝对好吃的。吃这些东西呢，块一定要改大，这个别夹做做的。羊舌头上面的白皮一定要揭掉。小帅，你看这盆羊杂在饭店一般卖多少钱合适？这成本可得300-400块钱。这个全羊啊，还要再刷点水。这个桶里面呢是咱们炖好的羊汤啊，就是用羊杂炖好的羊汤。放入锅中以后，只需要加入少量的盐来增加底味，也可以放点鸡精呢来提提鲜。烧开以后，咱们给它倒在这个炖好的羊杂中，就是白汤哈，咱们不需要加这些辣的东西，撒一点这个蒜花，再来点蒜黄，再放点香菜，你看看这可有食欲。哎，我先来一碗尝尝鲜哈，想吃什么倒来个碗里面，再盛点这个羊肉汤。如果说喜欢吃辣的，这个熬好的羊油可以加一点进去。这个红油加进去是不是看着特别有食欲？大锅里面呢咱就不需要加了哈，如果有想吃红油的咱们就单独加进去，要不然这个羊汤不易喝。烤全羊也好了哈，上菜了。好，开始。外皮金黄酥脆，嘎嘎香。